吃快乐起来。各位好，欢迎锁定东南卫视收看由嵊州食用油独家冠名播出的时代运转，我是主持人郭涛。嵊州优质10:1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同时本节目由给你的肠胃做做操胃动力新意乳酸菌产品特约播出。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到演播厅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在我右手边欢迎我们的美食达人潘潘猫。大家好，我是潘潘猫。潘潘猫，知名美食博主、作家、美食旅行专栏撰稿人，热爱美食，喜欢做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大家。那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我左手边的嘉宾，欢迎我们的著名演员任东林。大家好，我是任东林。任东林，中国内地男演员，曾出演多部影视剧《暗香》《两个女人的战争》《秘密的背后》等等。东林最近又上了一部大戏，在各个电视台都在热播，叫《两个女人的战争》，他在里面演一个男人，是我们的男一号，加把气是吗？对对对对，他老婆啊是柳岩。哦，这样。这剧中的老婆，我吓一跳，想说柳岩什么时候嫁人了？就是。今天我跟你讲，潘潘猫就要给咱们的这个东林要来做一道非常简单的美食，希望你把它学会以后呢，未来可以摆平你的两个女人，好吧？没问题。就是未来的太太和丈母娘。对，我可以回去给我儿子吃一下。已经结婚了？对对对。太好办了，来，我们看看今天潘潘猫给我们做的这道美食是什么？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简直就是太简单了。名字叫？叫鲜虾滑蛋。我以为是今天要做虾扯蛋呢，你知道吗？这个有虾有蛋，就是用那个葱给它。真的，网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片。我们今天吃过这个鲜虾滑蛋饭。你上次吃的鲜虾滑蛋饭其实就是蛋炒饭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放点虾。对对对。那我们就把饭再给拿出来吃，就今天这道菜了。哦，你是先做完这个饭再把饭拿出来是吧？你根本就没有放饭，好吧？那拿出来比较费劲。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鸡蛋和虾，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管它滑蛋嘛，就很多人可能炒不好的话，虾也会老，那个蛋也会老。哦，所以今天选的这个蛋，就特别的滑，鸡蛋就可以了。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对，就是普通的鸡蛋。那我们在操作之前呢，咱们先把这个虾给处理一下哈。好的。然后咱们把它给去头。去头。然后呢，咱们把它给开背去虾线。对，去虾线。然后留成这样子呢。我们把它稍微处理一下。所以做虾的话，就是虾线是必须要去的，因为它是属于肚跟肠嘛。对呀、啊，不去的话就会稍微脏一点。对，那咱们你看，平时如果我们要这样子去炒这个滑蛋的话，它很有可能你蛋熟了，这个虾还没有熟，或者你想让它炒、把这个虾炒熟的时候，蛋已经老了，那怎么办呢？咱把中间给片一下。哎呦，是这样的，所以让它加速成熟。对，你看，如果有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子截段哈，把这个虾。给分成几段但是咱们在中间给它片开，这样的话它炒好了之后，你这样看就特别的出数，它还是一个完整的虾一样。特别出数，你看出数显着多，对，显着多，显多，一看就是干过餐厅的，就是这样，看着它显着比较多。来，咱们把它都给片开，或者干过采购的也会这样，因为你老是那个偷鸡摸狗惯了。但是而且这样其实它也漂亮，漂亮，所以呢，所有的虾都给它一分为二。对，我们做这个呢，咱们今天做了三人份，所以有三个蛋，那我们切六只虾就差不多可以了。我们的食量还真少，一个人两只虾。咱们经常吃那个泰国菜，它的滑蛋也很好吃。对对对对对，它都会加水果。是，东南亚风格，反正就加很多水果，加很多的香料。哎，那它是不是甜口味的还是咸口味的？甜口味的。甜口味，加水果了哈。对，加水果，加水果当中有没有比较咸口味的？但是泰国菜它有的那个辣是很奇怪的那种辣。它其实它的。哦，你说那个辣是不是有点咖喱的那种？我们让东林也来试试好了。好，来试试。对，看看你的厨艺和刀法。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会，因为他已经当爸爸了。当爸爸，但是我在家说实话很少动手。对，你是公子还是千金啊？我是儿子。哎呀，跟我们家的一样，也是个男孩。都好，其实。这是好像很少动的样子，但是可以完成，可以完成，还蛮均匀的嘛。对，可以完成。这虾线没挑吧？它中间前面的不是后面的。OK， 因为后面的那个是沙线，它就是它沙子什么比较脏的部分。对，你吃的时候会觉得像北京人都说牙碜，牙碜，不是磕碜，不是磕碜，磕碜是东北话。OK， 来，潘潘老师，您看，我觉得挺好的，打80分。回家再练，回家再练。好，那我们来
再打几个鸡蛋。哎，咱们要滑蛋了嘛，咱们把主角给请出来。嗯，鸡蛋。好，我们在打蛋的时候呢，往里面放一项秘密武器，就是盐嘛。什么秘密武器？它不是盐，不是盐，那就是秘密武器了。那你放什么？会让这个蛋呢变得，你炒出来就是会变得更滑。哦，放什么呢？放什么？哎，放凉白开啊。它可以是温的，白开水，也可以是凉的。温白开或凉白开。对，但是大家不要就直接去接那个自来水。哦，那当然不好了，这一壶都放凉了。不，你看啊。咱们这一个蛋呢配一大勺，一大勺大概就是十到十五毫升。来，咱们像这种勺子计量一下，一勺，两勺，两勺，三勺，三勺。我怎么觉得这就是一个充数的菜，你知道吧？虾要对半分来充数，然后呢鸡蛋打完要加些水来。其实我给我儿子做过那个煮蛋啊，这煮蛋它那比例我一般都是蒸鸡蛋的羹，对对对，蒸鸡蛋，对，然后就拿这鸡蛋壳，如果四勺的话，那半个鸡蛋壳的话大概是还是蛮聪明的啊，它这样计量更准确。就是你像这不是真是充数，是这鸡蛋啊，你必须得搁一点水，你像蒸蛋羹也好，炒蛋也好，它才更滑。你像蒸蛋羹的话，一个鸡蛋要跟搁的水的量要和这个鸡蛋差不多，对，它才出来是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的啊。所以我蒸蛋的时候就是不是两个鸡蛋壳嘛，就是蒸了两个，哎，聪明。好，那所以这样的计量，加点盐，往里面放点盐。来，咱们来打这个鸡蛋。这个还真的是不了解。鸡蛋里面原来还可以放水来做呢。对，不仅要放水，你看一会儿还要放别的东西。我刚才还放了盐，对吧？我们稍微给它打一下。就最主要，你要放，你得放虾最好。哦，得放虾，否则这个虾扯淡啊。你来帮我打一下啊！咱们尽量就给它打。我的电动打花了，哎，不用打发，因为搁了水你也打发不了了。咱们再往里面补上一小勺料酒，料酒，去了黄酒，对，黄酒也更好了。这个呢，主要是去这个虾里面的腥味儿，还有蛋里面的这一点点腥味儿。来，他在打蛋的时候，我来切点香葱。香葱呢，我们其实这道菜呢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快手菜。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做。食材也很简单嘛。对，食材也很简单。你像这个虾呢，我们还可以换成那种龙利鱼柳，那龙利鱼也很嫩，它也就是没有刺儿的。你刚刚说龙利鱼是一种鱼是吧？对，是一种鱼。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种鱼、我也没听说过。对啊，就跟那个鳕鱼挺像的。它其实比鳕鱼要便宜多了。然后超市是有卖那种速冻的鱼柳，它也非常合适做这道菜。明白了，还是吃虾吧。来，虾比较好认。对，咱们往里面放点葱花。陌生的食材我都离它远远的。哎，那你这样的话，你的食材控并没有多少呀。你得慢慢的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加入嘛。下次我来做一次龙利鱼。好。再放一点。盐放的那个量还不小哎。还好，因为刚才那个我只是用这个盐的这个勺子的尖儿取了一些盐。好，现在打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往里面放上虾。哦，全部放进去。放进去，放到蛋液里面，稍微再和弄一下。均匀的。对，咱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得差不多了，完成了，现在咱们就开火。好简单，真的是很简单，这个很方便，都不用再看的，一下就记住了。对，咱们呢放一点点油。这个油呢是2015年嵊州推出的优质食品一白金优选食用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进行烹饪呢，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热锅凉油。对，然后咱们把这个油啊溜溜锅。你看，这个餐饮界的这个行话就很有意思啊，溜锅。你看它，这里面润一下，把这油弄热了。对，弄均匀了。好，你把手放在上面啊，觉得有点虚手了就可以了。咱们虚手了，听到没有？很专业。我感觉我自己好像道上人。没有，说的什么？你其实主要是因为北方人碰到了南方人，对，碰撞出了火花。是，来，咱们把它倒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跟煎鸡蛋一样的，也不是要煎，其实要炒。咱们的，下去这个铲子，要这样汤，汤着走就像滑一样，你不要在那夸夸来回翻炒啊。是，给它正常的推开。对，推开。你看，
蛋现在凝固了，是，然后我们这个虾呢也慢慢变红，嗯，包裹在上面，你发现没有，嗯，这个蛋放了水之后炒出来是不是很嫩，是是，嗯，这个看啥菌嫩没有用，要不然的话这个如果不放水的话会成那个块儿，嗯哼，对，就像炒蛋一样，它就是比较凝结在一起了。嗯哼，好嘛，这么快。对，就我这道菜，今天我跟编导说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嗯，编导吓一跳，很担心啊，说你这个菜做完的时候，我们节目没播完，我说没关系，我们再炒一遍，对吧？咱们可以做两次用来凑，对，咱们都可以再聊一会儿。啊，第一个叫这个，虾仁，不叫虾仁，叫什么？虾仁滑蛋，然后再弄一个蛋滑虾仁。蛋滑虾仁，好，好主意。好了，现在你看那个虾已经，卷曲在一起，然后变成粉红色的了，咱们就可以关火了。有，哎，因为我们这个锅里面还是有点余温的嘛，咱们再用这个余温稍微碰一下它，不然的话，你要是一会儿再关火，很有可能我们的蛋就稍微就老一点了。我们就开始给它盛盘。嗯。这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对，一道非常快手，这个虾仁滑蛋，对，蛋滑虾仁，人蛋不是人蛋合一，虾蛋滑人，人滑。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平时你就说没有虾仁，嗯，只是做鸡蛋的时候炒蛋的话，嗯，咱们也可以对放一点点水，就是鱿鱼是不是也可以？哎，鱿鱼也行，也可以。嗯，好了，其实我们这是一道非常家常的菜，嗯，也很适合小朋友，嗯，对吧？回家也很适合我这样的大朋友。对，回家可以给儿子做一下，哎。因为我喜欢吃稀饭，啊，配上这么一份，哎，配就齐了，很清淡。来，咱们尝尝。当当，啊，我们可以移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区来展示一下这盘虾仁滑蛋。嗯，来，谢谢，品尝一下。再尝一下那个蛋，好，也再尝一下那个虾。你看虾仁，我中间片开了之后，但是你并不觉得它变小，嗯，但是它是，而且它卷在一起，像个球一样，还蛮好看的。滋味如何？嗯，这虾很嫩，很新鲜。然后试试这个鸡蛋，虾很嫩，然后蛋呢，也是不是像那个炒鸡蛋那样，嗯，就真的很滑的那种感觉，对，而且它有一点点料酒的味道在里面，嗯，我觉得会让它更加的香，嗯嗯，提鲜了。哎呀，这个把我们最常吃的鸡蛋和这个最普通的海鲜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无论是早餐用来配稀饭，还是晚饭的时候把它作为一道菜，嗯，其实都是成立的。你看，好东西就是让人会忍不住伸筷子去吃第二次、第三次。对，嗯，希望今天，潘潘猫带来的这道。应该您是学会了，我学会了，回去以后就可以做给自己的孩子吃了，我也可以给儿子做了吃，可以是，然后呢就为了把这道菜做好，连续给儿子做一个月，有这种可能，是烧有这种可能。好，那非常美味的一道菜，希望今天这些观众呢能够学会并且喜欢。节目的最后特别感谢我们的冠名商嵊州食用油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嵊州优质十比一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片成两半是很重要的，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真的能充数。所以今天董爸爸要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呢？你怎么叫人董爸爸呢？是啊是啊，我充其量叫他董大大，你就直接叫董爸爸。你不是那个皮蛋拌豆腐吗？怎么不是皮蛋拌豆腐？他没有拌这个字。对，他这个拌是你想象出来的。他说皮蛋豆腐。豆腐对，他没有拌。你看，有一位在照顾锅的，他在那边准备盘饰，旁边还有一个解说的。生活好默契啊！对，太好吃了。如果再拌点米饭，嗯哼，嗯。